大家好，我是咱凤山奥多麦议员张焕忠，凤山美术带路，要来介绍咱的凤山的周公庙。周公会使讲是伫咱的大高雄是一个贡献上介大，引进咱的高屏客，来做一个咱的周公圳，来解决咱大高雄市。咱的布条有水人音，为了要崇拜咱的周公的神尊，做予咱大高雄人、全国的人知影周公的精神。今仔日来介绍咱凤山美食带路，来介绍咱的肉丸子啊。迄个美食比赛呢，阮的大肠呢是全市第三名，传统小吃呢是第五名。肉丸的皮要粗啊，所以品质肉质真啊好。咱台湾人的是用猪肠仔汤来煮这个咸菜汤，所以这汤食足协调。这鱿鱼鸡，你若食的口感，你会感觉讲迄个鱿鱼的鸡的口味就出来，真正好食。配一个遐大肠的，大肠的配，因为伊有头尾，头尾拢做汤，中啊再来灌大肠安尼。我嘛要介绍咱所有好朋友，若要食肉丸，会记得来咱凤山肉丸店。凤山美食带路，赞！